哇，召唤！算了，直接开了，不等他了。都开了。开。这里。IP 打了，我们要打标题，打巧克力迟到。巧克力嘞！来了啦，来了啦！他关麦，关喇叭啦！快骂他，快骂他！他关喇叭，关喇叭。来了。哎，他来了。快讲，快讲话，讲快讲话，赶快讲话。啊！可恶，被听到了。等一下，再重看。好，都被发现了哦。来来来。12.2，12.2，开台了，记得要遮一下哦。我们刚刚什么都没讲，我们刚刚什么都没讲。嗯，刚刚伺服器大爆炸。地图、哦，大爆炸。就 OK。遮一下哦。哦。遮一下。没开，不用遮。遮一下，遮一下荧幕。啊！我按错了，手遮起来，你看不到。观众乖，手遮起来。来来来，哎，二零怎么不讲话、啊？你看多担心你啊，二零。哇！哇！二零，关麦。二零，我没加人 gag 吧？零二，2002。哎，先来玩吧。这怎么有个鞋掉下？啊？嗯。嗯，什么东西？你们看到什么东西？这里一直都有，都有啊。哪里？哎、欸，里面怎么有人？呀！哇、哦！他是传说中的苦力派。他没事哎、欸，哦哟，拆弹。为什么？你太会了，撑好久。有啦，我还打了一只哎、欸，我还有榴莲。这么厉害！哦，他这里改良嘞、欸！哇，改了，比较不会踩到了。嗯，我要 pick 这个实况组。好，我进来。看一下，有改良，可他上面为什么要有这个、啊？哪个？在哪？哪个？我重进一下好了。你看不到这个，我 TP 你。哦，闪烁暴风，哇哇，好帅哦！因为它上面不晓得为什么要用半线钩，装饰吧？没有吧？装饰，你可以直接把人家丢进去啊！嗯、哦啊，是帮忙巧克力设计的啦，对的哦、欸，可以直接 TP 下去给他这样，不行哎。哦哎、欸，它这里面的绿色阿友部分也是鼓励，影院是被波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它里面的样子，好，冷静冷静。没事，大家都一直在那边招鼓励怕，太多了，不要了，等一下打雷很大声，哎呦，又要麻烦小雨了。小巧没开麦克风，记得提醒一下。你就会自己有没有麦克风？重开一下，好。8.6过的啦，再一次啦，8.0你这样才开心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喂，开门！影月也要一起被丢进去？没有，他门一直是开着，没有关哦。影月进去，影月，你问了今天多久了？几步超久。对啊，原来你想要啊。很享受这个过程嘛？哪有啊？门本来就没关哦，开心的不得了。等一下，谁啦？哎，影月，你真的很想要哎、欸，他很爽的感觉。原来你是这样的性格啊！我关了，好M，又死了，又成功开发一个人的。干什么？我在看影月的。以后小雨可代班不行了，影月要代班抢饭了。我可以不要啊！小雨已经习惯了，新8.6，好，这个辅导创意，它就全新的更新了。嗯，主要呢有很多的优化啦，像上次放了很多后续比较lag，它这个都有优化了，太好了。然后哎、欸，这个地方也变得比较不会让人那么容易的踩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嗯、好。然后看一下哦，蛋糕切片，它是在哪里？哦，辅导相关的设定，嗯，这一次呢、嗯、还有场景的改变，哇，场景好帅、哦！因为我也没有点过，
所以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吧，好吧。推荐结束积分一万分，屁啦，想骗我？太久了吧？感觉比较特别啦，我觉得对啊，跟一般的一点就是追风神域，感觉好像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太高级了，太高级了，不要急，太急了，我要出来，按了之后有什么改变吗？这个灯亮起来了，应该是有吧？灯亮起来，那外面那个呢？外面的，所以是开始的时候吗？门呐、啊，门开一下，开了，错综复杂、哦。因为这边大家也可以 TP 过来，你们要飞哦。他这一次新增了这三个哦，三个道具。太帅了吧！我不确定他是会在中间，还是我们自己的家。很大块呢，对，非常的非常的大。对，就可以让大家去做选择神域的不同。哦，他这更新也跟得太大了吧？真的跟太大吧？哦，他这个神域是我们要建造出来，是说他本来就会产生的、啊？就是可能我们要试试看才知道。是的、哦，因为我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主导会改变成这个啊，可是感觉好像又不是。哦，会不会是变中间桥变这个啊？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改动实在是、嗯。太厉害了，我这个凡夫俗子的智慧无法悟透。哎、欸，这真的好猛啊！这只是一个小更新吗？这是改版了吧？对、啊，这已经改版了吧？跟二零讲的一样啊，对，都流行说小更新有没有？小更新然后就多地图了。对对对，就在开场的时候可能会卡一下。对，反正我们到时候就会知道是到底是自己的岛会改变成那个。还是中间才会产生全新地图、啊、全新 NPC， 我觉得是主导哎、欸嗯。你看它旁边有那个啊，地狱石，对啊，它有那个哎、欸，地狱砖啊那些。然后它现在就变得真的是非常的客制化了、嗯。上次的那些辅导的购买啊、嗯，不是有限制次数吗？嗯，现在都可以去做自定义。哦，就像西瓜神殿，你想要无止境的放，哎、欸，也可以。好哟，好好耶。但我觉得就还是先按照它的预设，我觉得是还不错的。好，哎、欸，它是几座岛有它的 buff 哎、欸，有效果、欸、有吗？有，他说熔岩岛 buff 效果最多，然后这个神殿这个会加分。它分数可以加很多啊，上面很多。有啊，上面有，上面有写、啊。中间会有很多的风，会很大的风。对，有风吹。非常的高度智慧，所以我觉得先用预设吧。这会不会就是刚刚选地图，它中间会额外出现的岛屿啊？哦，或许。看一下，你说下面那个那三个吗？对啊，他们不是有在选地图吗？就中间会多出这个。现在选的就是那个绿宝石。先玩玩看那个绿宝石的，好的，哦、追分神域，好，哇，这个太帅了，好，隐藏着一步登天的方法，推荐积分是一万分，哦，因为分数怎么直接拉，因为很好拿分的关系，啊，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好，我们就不做，好，我们就不做，我们就不做，我们就当没说过，太任性了，一晨知道怎么玩吗？当然不知道啊。干我屁事！再不看呢、啊？凶，没关系，玩了就知道，玩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你的队友会负责跟你解说哦，看你的人品问题。好，那队友就是你。对，然后他现在顺便说一下，他现在有新增，就是当空桥产生之后，有一些限制的岛屿，它的次数也可以增加。比方说，原本西瓜神殿只能放一个。嗯，那空桥产生之后，它可能就可以放两个。哦，啊，如果空桥消失嘞，给我去放满，全部放满，给我放满西瓜。就是随着时间的经过，你原本限制的岛屿会慢慢的增加。嗯、哦，对。可是这个我不太知道它是怎么做调整的。好的，应该是调亮灯吗？嗯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，就是按照它预设啦。它有一些会增加，西瓜岛好像是目前是不会增加，所以就是都只能放一个。啊哈，对，但是像绿宝石啊、追分加分的祭坛，好像之后可以再变多，反正之后就可以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铁定的那边仓库也可以稍微看一下，仓库也可以放铁。一开始的那些限制的岛，因为上次某一个奇怪的生物就是说不希望用踩的，所以马上更新。
陈直接用仓库购买。小雨满意了吗？原来是小雨啊！原来是奇怪的生物是八点六生物啊，八点六生物，原来如此。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，分队分哦，有啦，不用动啦。啊哎、一拳有问题，你问二零，他都会告诉你。那我就跟在二零后面的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是，他是二零，二零交给你喽。二零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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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零零。要考我听话的。有问题问二零零。哎呦，哎呦，快哈，来啦，没问题。这次我参悟了很多了。参悟。哎呦，有战法，有战法，好吧？有什么战法？远古战法。主要还是先进去看看到底那个会如何。嗯，好 ，OK。开场也许会那个一下。嗯，那就来咯，来，开始在，繁星踩下去吧。喂 ，Go Go！ 哎，踩下就出来了。没有，他可能在有没有？他上面在写在。哦，来，有了，来走，直接开始。有看到那个特别的声音吗？中间啊，正中间啊，正中间啊，中间吧。对，有了，哎，老大，赶快去买东西喽！买东西，赶紧抢，赶紧抢！太好了，哎，我所有的战法全部都没办法用了。怎么讲？他中间原本是桥啊，变成这个，你的一些想法就没办法。哎，怎么买啊？忘记了。把血先存到仓库里吗？这边可以存哦。可以存入。这里。对。哦。有他们有在存，他们知道。好，轮流存。那还是一样，第一个先放那个吧。我没买压力板，我先放那个吃的在中间。好，钱全部都给你们了。那我放绿宝石。那个我没买压力板哦，他自己可以先买一下那个西瓜神殿，不过我觉得先还不用放。我有点不想买哎，很重要啊！哎，还有人有铁吗？我们都把铁全部都存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有的，对。有，我要买那个触发。有，我买了。我也买个触发。有了。然后现在核心都变成只有那个喽，统一的。讲就统一走吗？哦，这样简单多了。要不要先直接往前冲啊？我要讲直接往前。好啊，这边可以直接拿你们那个小岛，直接拿那个那个分数。对，啊，我在右边放绿宝石。投入岸，出发！有，产生。十个题，哎，几个可以那个啊？忘记了，就是绿宝石会自动收的。二十个铁，你可以买一下，我打字跟他们讲一下。小核心都统一二十个体，我买一些桥，等下直接连到中间去哦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现在买了两个绿宝石，它现在绿宝石只有两个。哎，然后附魔的要先换吗？存。哎呀，可以，还是红盾。铁丢出来。冲！准备。哦，感谢小七言，以防万一。哎咻！我连到中间了，这么快这么快！我过去。可是中间会有什么？我还不知道，还没看到有什么东西。嗯，哦，它有几个黑曜石的地方，好像是要放核心的。放核心吗？放核心就加分。是加分的。哎，家里的铁，买核心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干脆先用巨币把这里给挡起来啊？可以啊，先玩巨币。我，那家里的改买巨币。赶快，他们现在还有两个保挡得住啊，挡得住吗？巨币要几个？十个嘛。一个就好，拼一个就好了。没有吧？一个几个铁？十个铁。有，我用巨币挡了。旁边左右还可以再挡一个，对，要三个巨币，三巨头就可以挡了。来了，我买了一个。前面，哦，加分技能该不是要放自己的核心上去吧？对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哦，有没有那个一般的路？没。一般的路我这边有，你给我一个，这
这边上面。还是你身上你可以死吗？我可以。前面要放。巨币的前面吗？啊，可是我们也跳不上去了，因为你看这边放巨币，他们在前面放跳台，其实就是他们上得去了。所以现在还要买什么？我有跳高。所以，繁星，你放了吗？巨币啊，还没放了。你放了。他已经叠上去了，现在只能启动它了。好，那就没关系，放了就启动吧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繁星，等一下，啊！啊，你每次都这样啊！啊！来，这边我放一个跳的，好不好？这边放一个跳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上这巨币。OK。哦，对，还有人有买巨币啊 ？No， 没有，不够了。我先买个火星放放看，会不会加分？好，他们盖了，这东西，他们放跳的，他放跳的，我不要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有分数在加，我们分数在加三分了。好，团都跑去了，团都跑去了。两边已经连到了，对，超快，两边已经连到了，所以可以偷袭了。我去偷，我去拿稿子。家里我们有存一些那个绿宝石，绿宝石。哎、欸，绿宝石不拿来那个吗？加速资源吗？哦，没事，不是，现在可以破坏核心了。好。小雨来，小雨到了，小雨到了，快到中间了。行，速战。我在箱子有放一些稿、哦。好。想搞一下就搞一下。哎呦，跑出来的。哦，拿小雨的七颗绿宝石。good。等一下，我还有几条路可以走。好，因为你们要不要？有些人可以先换一些装备。换一些装备直接去打。把附魔倒。掉下去了，不晓得会不会有影响。哇，那应该是没有附魔倒了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先冲、欸，我已经偷潜入他们家了。不是说可以命名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到他们家，就命名那颗蛋。躺在上面，